你是在干嘛？啊？晒太阳。晒黑了没人要你啊？让头发干。你不用吹风吹吗？要用太阳晒。啊？你是不是傻？那你是傻。我是一个聪明的人。你是个聪明的人，洗完头发出来晒太阳。不想浪费那个。浪费那个什么？浪费电。怎么样？他给你开。什么怎么样？你不是嗓子痛吗？啊？你不是嗓子痛吗？嗯。我也痛啊，不打好了吗？不打，比我们严重。那怎么办呢？我就晒太阳啊。今天吃啥呀？啊？吃什么呀？吃牛啊。哎呀，太晒了，找不住啊。我们一人一只。一人一只，你要吃吗？不，羊。那我去给你买两头牛，你每天就在这里放牛吧。这里不是我们的地啊，要放我们地啊，很远的。而且啥？那就在马路边上放啊。他没有吃的呀。马路边上你两头牛还没吃的吗？马路上它会热的。这个牛会热，它没有水喝。它的筋。那个牛，这个牛在那个马路边上，一群一群的，老是挡路，烦的。他们出来玩一下，因为他们在里面很久了。兵马俑不是兵马桶，真打打，你瘦了吗？是不是瘦了？啊，裤子穿起来大了，松的。兵马俑，他说你是兵马桶，你那个发型。他是马桶。屁吧？你知道马桶是什么吗？你都不知道马桶是啥意思，你还说皮吧？他知道你说的反正是不好的。马桶是漂亮。今天这样，我交给你们一个任务，来，你们过来坐，快点来坐啊，随便坐啊，坐那个棍子上面也可以，坐地上也可以啊。你看一下你那个屁股下面是啥呀？你们要飞？骑摩托车要飞了吗？你们？啊？哎，就打！哎。那就坐地上吧，真的是。阿坤，嗯，给你们两个一个任务。什么？你们现在，给你们5分钟时间，你们在这一片地里面，就是这里面，找一些你们就是平时能吃的东西，找过来看谁找得多。他不理我。他那么大黑人黑了喊的提黑说我喊的你全品的给你干净。那里很多呀。不管了，你看一下，你找一些东西，我看一下能吃的，你们拿了以后就放在这里，我看看在这里，在老挝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吃。我们也不选地方，我们就随便，就在这里。这咋说？你这样，你说开心他就跑到冰箱去。不，就在这里啊，冰箱去。快点。真的，我们没有那个啊，没有刀啊，用手啊，又不叫你拿好多，就是哪些东西能吃的，你一个拿一点，你一个两个三个就可以了。OK 不 ？OK，OK， 拜。快点。我在这里等你们啊。我看一下你们能找到什么东西。带你们看看他们随地随便给他找个地方，然后他们就去找看哪些东西可以吃的。啊，找到了吗？
哼，他说他找到，我看一下你找到啥了。本来说我在那里等你们的，我都没等。又是这个，还有别的吗？老张，还有别的吗？这个是啥呀？这个是啥？这个能吃吗？还要啊，一个不行啊。啊、哦。一人找五个。五个不一样的啊，不要找一样了。他们都感冒了，让他出来蹦蹦跳跳，蹦跶一下，活动一下。这两天感冒了，嗓子不好。昨天杜打也发烧了，搞得我回来我嗓子也痛了。昨天晚上开始我的嗓子也痛了。阿坤不见了，阿坤不见了，阿不可干哦。要不一样的，跟他说了，这个树是啥树啊？这个树啊，看起来好结实的样子，又结实又直，像树根，像树根一样长起来。不知道这个是啥树，这个看起来挺结实的。走去看一下阿坤，阿坤找到些啥了？找到了吗？你找到啥吃的了？我快不要跑步了，老张快爽了。这个是我的啊，放在那里啊，老张。什么呀？快点，要五个，一人要五个。你自己拿好啊，你给我干啥呀？这个。你自己拿好，等一下一人找五个能吃的啊。自己差一点自己吃光了，这个女的太好吃了。哎呀，像那个，你们是在做任务知道吗？啊？一二三四，还差一个。这个也可以吃了，张。五，我赢了。拿到这里来，拿到这里来，我好好看一下。哪个？这个叫马孔，来给我。这个叫马孔，这个像野什么水果子，野果子一样。嗯。这个好，什么味道？吃起来。吃看看。来，我尝一个，给我一个。就这样吃吗？嗯。要不要洗一下？不洗。洗了没味道。没啥味道啊，也不甜也不酸，嗯、没味道。这个是什么？爸爸，这个是这个水葫芦吧？嗯，这是不是水葫芦？这个要煮了吃吗？不要煮，生吃。这个可以。这个要生吃的。这个可以生吃，这个可以煮。哦。这个不可以生吃，这个要煮。这个也可以生吃吗？这个、嗯。对。你那个是啥呀？你那个就是这个草 啊。可以吃啊。就是这个草啊，这个是牛吃的草，好不好？可以吃。这个人也可以吃。嗯。来，再来。几个了？五个。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。来，这个是啥？帕克岛。这个是树的嫩叶吧，像那个春天一样。苦苦的味道。苦苦的味道。嗯。这个是树叶，这个不是春天。那这跟这个是一样的吗？是。哦，这个是一样的。我赢。你赢了，好，你赢了。这他不见了。你赢了，你今赢了的，今天晚上不许吃饭。不见了，都打为了完成任务，人不见了。哇！哇！这个生病的人咋那么厉害呀？那么高的墙都翻过去了吗？他是生病的。我来他家，他还在床上躺着，头上贴着那个膏药，等了他们几个小时，然后他们起床。他们起来以后洗澡，这些换衣服什么的，我就只让他们起来运动运动，不起来运动躺在那个床上生病了就会越来越不好了。我是个女的，呀，是女的，
个里头太凶悍了。你生病了，你怎么过去的？你看我们吃那个，啊、你们在说是那个什么？田螺。田螺什么螺？就在这里。就抓一个起来。他们说是福寿螺。这是他的孩子。抓一个起来呀、啊。没有啊，在这里。你看到孩子了，你还没抓？你抓一个孩子也行啊。孩子不能抓他。为什么不能抓他？如果就是今天如果没有吃的话，你们能不能在这一片林子里面能找东西吃饱？我就去那个芒果树，然后拿那个最那个。我说这片林子里面没有说叫你去芒果树。芒果树，我家那里有啊。你家哪里有？我说在这个里面啊。这个吗？啊。这个随便找啊。啊？这个随便找。能不能吃饱？能不能找到东西吃饱？啊，杜达可以吗？嗯，那好，那好，杜达就是不用买任何菜，就来这里，饿了来这里面能不能找到东西吃饱？找得到，可以吗？嗯，这么厉害的吗？嗯，要不我明天就是这样挑战一下，明天我们下午不吃饭，中午不吃饭我们就过来以后你们自己找吃的，找到以后拿到一起来你们就吃。但是我们要带你糯米饭过来。可不可以不带糯米饭，啥都不带？那我们没有饭呢、啊、不用饭了，就吃这些草啊。我们也要煮啊。那就拿个打火去捡点树枝就可以煮啊。哦，我没有锅啊。Oh my god， 你咋那么多条件啊？能不能吃饱？要煮啊，不然呢？那就给你拿个锅吧。嗯，对。给你个锅，其他的啥都不能给，给你个锅，给你个火。什么盐、盐，那就拿盐吧。还有那个，等一下是不是还要给你杀头牛啊？啊？没有，如果我们不用的话也可以，但是没味道。哎呦，这个车好吵。那我们试一下吧。那我们明天来试一下啊，挑战一下你们的野外生存能力。OK。